我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在这个三角形 ABC 跟 PQR 当中哈 ，AB 跟 PQ 是相等的，啊，角 A 等于角 P， 然后 AC 哈等于 PR， 那么根据哪一个性质哈，可以确定呢这两个三角形全确应用什么呢？依照那个。SAS 就是两边一夹角相等的话，这两个三角形全等，是 SAS， 利用 SAS 的全等性质，可以确定这两个三角形全等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，SAS。